左高右低，然后右边的筋啊，显得非常的结实啊，算是有点重量感。右边的环就比较轻，而且降低了一些，轻盈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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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盈，撇点六。溜一下斜的，比较扁，伸得很长，撇，点，双上面两个锥呀、啊，要斜靠近一点，第一个点比较钝，靠近一点，但是的脉络还是要清楚，稍微碰到，这样才会靠近呢、啊。如果你怕碰到哈，它通常就会离得很远。撇、短、捺、长、轻、轻、短的、略长的、超级长的、略翘的、有弧度的、点。撇点，丝丝呢写的还蛮算小的哦，在这一行里面算小的。点点点，又是长的，扁扁的。量，现在是很重哦。刚才那两个竖画很重，这里也很重，所以很重以后，中间的空间就比较有限。那你还是要把这两个人脉络要写清楚。五五往上斜，往下折，然后这个是往下折，歪回来。啊，这个拉得非常的开，五、四都非常的轻。我刚才五其实是比较重的，这个四轻、轻盈、轻盈、轻盈，正，米字旁，轻轻的、轻轻的，好，点点。点，上宽下窄，往内收缩，最后封好，然后日通常都会写的比较重，勾起来，左邻右不连，封好，个撇。撇捺交错，拉长，口写方，写扁，22，略向中间，右边比较长，往上略往上抬，鼓起来，略往下浮，池上面写的非常的紧，下面拉的非常的开，移在写的时候，因为是左边的是一组，靠得很近，右边自己一组。离得比较远，中间要疏密，带撇，竖画是短的，横画是斜的，右斜勾是长的，点，
简，哇，这个难写啊！一般写这个字的时候都会觉得挤不进去。好，上面写得很开，拉得很开，但下面就要势必要挤进去的话，就要写短，上下短，上下短，短，然后鱼要靠得近，点挑。点点。